我成日以为自己会想过啲平淡嘅生活，其实点过都冇所谓。同边个过先至系最重要。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，系嘛？喺你个样，廿岁都未够。你做咗职业歌手三年，系十五年。我细个嗰时屋企穷，所以我四岁已经出嚟唱噶啦。帮你起埋个英文名，想要咩字头啊 ？A 排第一。新秀之后的梅艳芳太傻，佢入房饮酒，你唔肯入，而家叫佢唱歌，你掉头走。如果个天可以再俾多次机会我，我唔想净系做一个 artist。不过我觉得唱歌最紧要嘅系感觉，尤其系慢歌，唔系话俾人听你几伤心，你唱唏嘘。但啱啱睇完医生，佢话我唔唱得歌喎。咁快歌呢？唱快歌唔系唱兴奋，应该系唱反叛。我就系谂住同你讲，我冇谂住理佢。李小姐，您这个病最忌操劳。唔可以失常嘅。喺个台上面望落去咧，见到有边个唔拍手掌，我就望住佢唱，唱到佢服，唱到佢为你拍烂手掌为止。除咗演戏同埋唱歌，有一样嘢好紧要。男人嘅嘢要有头有尾有交代。有啲人你唔忍心见到佢老，喺佢哋最靓嘅时候走，可能系最好。我好快会走啦。你会记得我的嗬？多谢，多谢。我只系希望大家望向天上面嘅星星嘅时候，你会谂起一个曾经为你带嚟过少少欢乐嘅朋友。拜拜。佢嘅名叫梅艳芳。